看看是谁来。看一下第一则新闻啦，看一下谁呀、啊？综合新闻。由大长庆导演再度执导的韩剧《同一》已经在八大戏剧台热播，剧中演员池珍熙、韩孝珠、李素妍和裴秀彬特别抽空来台和影迷见面。见面会上，他们热情地和影迷打招呼，裴秀彬还大秀中文呢。大家好，我是裴秀彬，谢谢你们。好，大家好，我是池珍熙、啊。你会讲中文。정말오랜만에만나뵙고요보고싶었습니다이렇게만나뵈서기쁩니다네안녕하세요이소연입니다이렇게대만에인사드리러오게돼서너무너무기쁘고요반갑습니다大家好我是韩孝珠很高兴见到你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啊네안녕하세요한유주입니다오늘대만은처음에왔는데이렇게많은분들께서환영해주시니까너무너무기쁘고요오늘좋은시간이었으면좋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曾经演出《大长今》中的闵大人一角而红遍全亚洲的池珍熙，这回跟同批制作班底再次合作，大家很好奇他能展现不同以往的演技吗？새로운동이라는아주멋진인물을그려낸새로운사고를지금만들었기때문에아마다른느낌으로더재밌게볼수있을것같습니다이灿烂的遗产在台湾走红的韩孝珠，精湛的演技则被大家称赞为第二个李英爱。对于这番赞美，韩孝珠谦虚地表示：사실한국에서도동이라는드라마를하게되었을때처음에는그런말을많이들었어요그거는감독님의제작에서따라오는거기때문에제가뭘어떻게하는건아니고오히려그런얘기를듣는게더영광인것같아요그럼대선배님과같은이름이거론된다는것자체만으로도영광이라고생각하고요之后四个人开心地和影迷体验台湾夜市游戏射气球，还盖上手印签名捐赠给慈善机构。爱摄影的池珍熙调皮地跟现场媒体互拍，展现他亲切的一面。五度访台的他大力跟其他人推荐台湾的美食真好吃。예일단은음식이맛있다고굉장히얘기를많이해줬고요우리그우리네명이서서울에서도한국에서도굉장히맛있는거먹으러많이다녔어요우리다들입이고급이라서고급이라기보다는미식가들이라서굉장히좋았고일단은제가대만술이굉장히술술잘넘어간다그리고깨끗하다라는얘기를했었고요음식모든음식이맛있으니최대한많은걸먹고가자라고얘기했습니다隔天行人前往中正纪念堂观赏卫兵交接仪式，四个人一走进大厅立刻成为观光客瞩目的焦点，许多师奶们压根忘了卫兵还在表演，就兴奋地拿着相机对着池珍熙猛拍，成为另类景点。但是四个人看卫兵看到目瞪口呆，굉장히멋있었고또이런곳에처음와봤는데건물도웅장하고뭔가굉장히멋있는느낌을받았어요그리고소리나이렇게탁탁맞추는동작들도너무너무멋있었어요只是这一趟观光行可累了韩孝珠和李素妍，因为脚踩四寸高跟鞋的他们可是足足爬了80个阶梯才气喘吁吁的到达定点哦다음번에올때는운동하러 이렇게구경하면서오느라고이렇게힘든걸잘모르면서그냥왔던것같아요수다떨면서재밌게올라왔어요在韩国创下极高收视率的古装剧《同一》于八大戏剧台周一到周五晚间八点播出，请大家别忘了锁定收看哦。八采访组综合报道。好，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跟大家